最有气氛的过年活动社火，民间庆祝春节的传统庆典活动，和威省社火的重头戏是唱秧歌，全区的社火啥表演都有，看的就是一个热闹。河南偃师社火以狮子舞闻名，而曾经的关中大戏不仅热闹，除了社火，社火年社火的规模大小不一，小的几十人便行，大型社火可以多达几百人以上。社火经过之处，锣鼓喧天，气氛热烈。对于乡村老百姓来说，过年最开心，喜庆的事儿就是热热闹闹的耍一场社火。陕西宝鸡地区，古称西湖，是陕西社火两股艺术颇具代表性的地区。社火的种类很多，有布社火、泼社火、马社火、背社火。陕西社火的精髓就在于两股，怎么用彩绘社火两股来辟邪祈福？优美满幸福的生活，每一张脸谱上都描绘着世间百态，讲述着万千故事，最后作为一种具象生动的形式呈现出来。不过在社火文化中，最具一格的还得是学社火。中国人相信喜人高灾，喜人辟邪，到处是写的学社火，非但没有不吉利，反而能保佑参与者来年万事顺。一般是本命年男子发迹，有霉运的老百姓会直接参与，要求挨个大刀，多流点血，希望来年走好运。